二零一六国际家具新品展十五号到二十二号来登场，主办单位特别选在五星级的宴会厅来举办，要让消费者在开看的展场挑选今年度的家具新商品。不管是复古宫廷风还是现代简约风格，看起来都很有质感的座椅沙发全部都在超过清白的展场来展售，这就是二零一六年国际家具新品展个人去民众来选购，现场都有专人来介绍。这个水啦，这个也不知道这是木灰啊，这个是木灰啊。特别的是，今年国际家具展新产品都是今年三月份在新加坡所发表，业者特别空运来台做展示，提供家具民众了解国际级家具的水准品味，同时业者也生产实用的家具产品，提供消费者来选购。景峰家具一直想提升我们嘉义家具制造产业，以及建立完善的家具售后服务。今年特别结合许多多国际宴会厅。也得到许多多国际宴会厅的赞助与承诺，特别开放了五星级的宴会厅作为我们家具的展示馆，配合世界各大品牌以及我们国内知名的家具制造厂商，共同发表了2016年的家具最新产品。业者强调，这届家具展是联合侪间的知名制作厂商共同发表新产品。同时，这回特别选在五星级宴会厅举办家具展，都希望消费者能在更加宽阔的展场挑选家具。而展期对十五号开始，将持续到12月22号为止。新闻客户黄志雄采访报道。